Hello， 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拖三的快充线，好、哦，这个很特殊，拉出来大概有100公分长，好、哦，所以一拖三呢，就是它一个头可以一次充三种机型，有看到吗？好、哦，这三种机型有看到吗？好、哦，苹果 Type C， 啊、哦、，Android 都可以用，三个机型都可以用，同时有四个颜色，好、哦。四个颜色随机出货、哦、如果遇缺货的话随机出货。现在呢就是帮大家示范一下、哦、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呢是它这个头 USB 的头，你可以这样插或随便怎么插、哦、都可以充电、哦、这个是都可以充电的。然后呢这边可以同时接苹果，一般我们在充电，你看现在在充电了，一般充电是不是我换反方向也可以充哦，有看到吗？所以这个头正的反的都可以充、哦、再来它同时可以充一只苹果手机，然后再来 Type C 呢新的我们也可以充，正反都可以充，看一下哦，现在正在充电了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有在充电了、哦、然后再来呢很厉害哦，我现在因为我没有那个神送的手机，所以我先拿这个插，有看到吗？这也在充电哦，哦，这个呢比较特殊，这个是神送的头，哦，可是呢，它呢正反可以双用，不管哪一边都可以充电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正面反面都可以充哦，有看到吗？哦，很特殊哦，哦，所以以后你家小朋友欧北插。把你充电线都弄坏掉，现在用这个不用担心，正反双插，正面可以插，反面可以插，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，好不好？这个长度呢大概有100公分、哦、我刚刚帮大家测量过了，有100公分长，一拖三，外面市售呢是不能正反双插，我们卖的这个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介绍给大家。